哎呦，这个目击者案发现场是我们四大天王的寝宫啊！哦，就是我们的刘德华先生。哎呦，是刘德华、哎。这个刘德华呢，因为来台湾做宣传呢、啊，每次歌迷啊，哇，跟踪疯狂啊，甚至于他住哪一家饭店呢，他打听得很清楚，就在隔壁，四周围都包。啊，包围住，楼上楼下都包满。听说还曾经有人凿洞，哦，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但是呢，那一次凿洞是失败，因为他凿在马桶的位置，刚好刘德华上厕所。是什么话？那今天刘德华呢，是以受害者当事人的身份，希望各位目击者一起来协寻。对，好，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目击者 Ben。你在这里干嘛？哦，哎呦，拍得多好！哎呀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会高，就因为制作单位非常用心，每一个环节大家看的都会心一笑。对，你看整个画面拍摄现场，各位刚刚一景一物都很清楚了。现在我们要请当事人出来现场，跟八位目击者共同来协寻一下。当事人都来了，来，哎呀，不得了，来，我们请到我们的刘德华。你好，你好，刘德华，你好。哎呦呦呦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这个受到骚扰了。您当天有没有看到那个是谁偷你东西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的时候他跑掉了。啊，你有掉了哪些东西呢？我知道啊，但是我现在要希望就是其他人帮我一起找这个人呢。这个画面好像我们是警官在问他啊。对对对，但是他可能掉的东西啊，有些不好启口。是啊，所以他私人找回来就好了，好吧？
可是刚刚的他的内裤也曝光了、啊。是是、啊。我不知道谁放在我那个包包里面，哦、没那么大条的。那个内裤不是你的、啊，上面还写一个 S， 应该是你的，没错。不是，别不好意思，他从来不穿的啊。这不谁放的啊？这个短片里面拍的可能也比较夸张，也不过现在我们请刘德华呢，我们八位目击者，你好好的呢、来逼问他们哈、啊。好，来，张永正，我会，等等，我是叫你来帮我的，不是来吓我的啊、哦。是，好，来坐下，要不要坐下？自己啊，坐下了。对对对，三宇等一秒啊，不是他已经坐下了，坐着了。好，现在好，请问跪下，请问。啊，请问那个嫌疑犯在几点钟、几分钟进入我的房间的？不能讲，其他人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。如果有讲话，一律逮捕啊！哎，只要有泄露秘密，就属于共犯处理。他应该是在早上9:12左右。哦，是12:19。好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刘德华来，来当事人出面。来来来，好，李方文，要站起来吗？我不不不不不，我衣服啊！来来，继续站起来啊！麻烦你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坐下。请问一下啊，我的中餐哦，那个皮棒是谁送的？灯辉。哎呀，哎呦。我的最爱，好好享用。灯我的最爱，哎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是是是，恭喜李方文获得了50分。来，接下来刘德华继续。范晓萱，要。我会问你，好了好了，你比较比较聪明，我会问你一个比较简单的啊、哦。请问一下，那个嫌疑犯有什么办法踏入我的房间的？锁的地方，所以锁就不会扣到那个洞里了。哦，没错，是用在卡片挡住钥匙孔。这个不是教大家犯罪啊，是教大家留意你的门房，随时要检查清楚。对，有人这样犯罪，所以你要小心，要注意注意啊。来，刘德华，来来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我的包包，我的包包放在我房间。然后，小亮哥。我不站起来了啊！那请问一下，那个嫌疑犯在我那个包包里面拿走了什么？内裤、牙膏，不是牙刷，上面一条牙膏啊。第二个是那个灭火器。哦。第三个，哎，最后一个是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。我想一想，我们给他最后5秒。你想一下，我给2天，你想一想好不好？5、4，刮胡刀。忽然呢、啊，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他叫我的声音害我害怕。你刮胡刀是每天必用的嘛？对，我很少刮呀。对对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题。来，刘鸿明。请问一下，这次我住的房间号码几号？哎呀，这个最简单，最简单了，最简单，3210。哦，3210，这个简单了啊，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下面一题。二十二，二，你信人吗？好，简单的，简单的，请问一下，我打录机里面有一个通告，是不用去的。请问一下，那个通告是跟谁？还有几点钟？啊，几点钟？我唯一没有听到就是那个东西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唯一没有听到就是那个东西。那你听到？你听到什么呢？这啪啦啪啦啪啦。8:30和小博游泳，这个也不用去了啊。8:30，小博游泳不用去。我在看那个动物。小歪刚刚在旁边。9:30跟小博游泳，他答案还错。没有没有，9:30跟阿仁游泳，还讲阿仁呢、啊。好，下面一题，好嘞。好，你请。哟，那、啊、我想大概你是看不清楚那个嫌疑犯的样子。对对啊，啊，但是他留下了一个照片，口红印，啊，有唇印在里面。现在你看，当当当，这里有4个。这个太难了。要选一下，哪一个是那个那一天，就是
进入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人，要不要再清楚看一次这个唇印？好。然后小心看着，好像第二个，我看一下，确定一下到底几号？确定一下。确定了吗？第三个。嘿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刘德华的歌迷吗？哎，我们这不是给刘天王当场来？不是，我们要确认的是歌迷拿东西嘛。三号不对了，再猜一次。二号，我们来看看二号。哇！请问你是刘德华的歌迷吗？东西是你拿的吗？内裤是不是你拿的内裤？啊？你喜欢问瓜哥拿嘛？不用在我那边拿。是啊，不是，这个刘德华呢，今天跟歌迷会面呢，他是希望送东西给歌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有什么话跟歌迷讲？那以后不要偷东西了。你要什么，你跟我说就好了。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你要送一样东西给他。我送什么给他？我就脱下来给他嘛。脱那个。他先生送这个照片给你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当然，我们在这边呢，还是要强调，这是为了戏剧效果。我们歌迷是不会偷东西的。那当然，总算是真相大白了。那大家就是因为过分的爱他，希望对歌迷没有不敬的地方多多包涵。不会不会，你放心，我们歌迷都很宽宏大量。像我的歌迷也是这样的。你有歌迷吗？当然。我的就不一定能原谅我，我的属于国际歌友会。我们谢谢刘德华，掌声再鼓励一下。再次感谢我们刘德华。